ご覧の番組はCROC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，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哎，好像烧得有点热，怎么讲？太辣了，我也不愿意啊。哎，我站在我立场，我一开始买这个车，我是相信 TOYOTA 百年工艺，对吧？30年的这个电池，再加上626，我就抢了呢。我哪里知道个混在上面 NEDC 哦 WLTPEPA 安那样。不是啊，哎，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吧？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测试标准而已啊。这个你也可以说这个没有做功课嘛，对不对？问题是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我们知道这个测试的单位不一样，出来数据会不一样，消费者未必知道啊。说，哎，连我都会看到626就冲动定下去了。那请问一下，其他消费者难道没有这种人存在吗？我是不相信啊。你知道我。大家不要再去那个刷留言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现在很多车评媒体朋友下面那个都被人家刷留言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哦，然后那个像爸爸哥哦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测试的那个规范，其实可以去看爸爸哥的那个影片啊，我觉得就讲得很清楚了啦。或者是那个我是老爸那个啊，他其实也讲得很清楚这个规范。但是我要讲的，其实他怎么算，或者是实际上多少，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。还蛮其次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你要讲清楚啊，你包含最初期的所有的影片，真的没有人提说规范是怎么算的。反正我是觉得，那一开始你上来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没有人讲？都没有人讲清楚啊？对啊，你就说啊，这个626哦，算出来是哪一种规范啊？它大概是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落差嘛。有的人说一定开不到，当然我知道一定开不到啊。你现在油耗，每一台车汽油车的油耗数字，1公升说可以跑18公里、20公里，也没有一台跑得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吧？嗯，跑不出来是合理的。问题是，你本来跟我讲说我1公升20公里，就我买回来只有10公里，然后你说我不会开，不是吧？不然这样啦。我们来争勇者，谁会开的？可以把它开到626。我借他车，你回去开，你看有没有办法充饱电开626啊？很简单，我跟你讲开不到啦，你不用想太多，开不到。你去看爸爸哥的那个，你就知道开不到了，懂吗？哎，很像说，哎，你出去跟女生说，哎，我有20公分哦，就裤子脱下来只有10公分，然后还不能冲刺哦，冲刺剩3公分。很奇怪吧？我们当初是这个我是踩着这个相信 Toyota 的一个原则角度之下，我才去订这个车子的。好，虽然我们没订到，但是我们也买到，我确实是想买的。对，最初期我们直播就讲了，我为什么要订？我说 Toyota 做车做这么多年了，它的这个品质有什么好怀疑的？直接订了就对了。我是不是曾经讲过这句话？我当初也是踩着这个原则去订的。但问题是，从我开到这个车子，我遇到跟车的问题啊，跟车的问题我也不是要表它，跟车的问题我们在影片中也有讲。我们开 Yaris 也是从高雄回来，沿路的下大雨跟车，真的都没有失效过嘛？一样的条件，一样的人开，一样的路途，所以我不是说哦，为了表这台车而去表，我去表它干嘛嘞？我这个车我还想卖，我把它讲臭了，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不懂啊！我大力吹捧一下，对不对？胭脂抹粉一下，我搞不好可以卖超定价。哎，我讲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哎标准一点，搞不好以后我可以接新车业配啊。我何必树敌嘞？还那么大一间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好了，这个敬畏太久了。我们上车，我发现后来开了，我还是有发现一个小问题，想要跟大家这个反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发上车再讲啊。我们之后还会拍个试车影片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我们这个是先紧急弄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最近有一点喧嚣成上。那其实这个车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，我那一天我们拍试车影片的时候，开完我跟阿呆都晕车了。晕车。然后我一个同学来，他对这车很有兴趣啊，他也想试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晕车，然后后来他也出去试，他开完说他也晕车了。我发现他一件事情哦，为什么我今天在这边把我项链掉在这边？他这台车每一次静止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想要做动能，我现在没有开动能回冲哦，我没有开这个踏板哦。你看哦，我要静止下以后，它会在有没有？我后来发现是这件事情很奇怪，就是我不管我怎么控制我的脚，它就是在最后静止下来的那一刻。我现在都把它弄平，我们不要被它那个道路其他的这个坑洞影响。我只要拍它最后静止那一刻而已。它这台车从这个行进中、滑行中到静止停下来的最后一刻，永远都会在顿一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哦，我们前面有红灯，我现在把它扶正，我慢慢开，我不用开太快，我只要这样就好。好，你看哦，我慢慢踩，慢慢踩，我刹车现在踩得很微哦，有没有？这一下有没有？嗯。它最后就是我有这样一下，然后无论我怎么控制我的刹车，我的控制油门，我后来发现你的左脚要非常的微调，你才有办法让它没有最后的那个东西，要不然一旦你静止下，它就是会晃，你停停走走，它就是会这样这样这样。它那种跟那种双离合器变速箱的那是变速箱的问题，它这个是我觉得是刹车跟马达动能回冲的那个关系，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所以它会造成说它车子静止以后永远都会有一个晃动在，很神奇啊！我试了很多次，屡试不爽。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怎么可能会晕车，然后我同学也是不会晕车的人，我们一直在研究说这台车到底为什么会晕车，我们都没有开踏板。你如果说开踏板，我跟你讲晃更大，要不要开下去呢？我现在把这个绿色的这个脚开下去。讲到绿色这个脚，上次有人讲说台北回来你们都没，如果开动能回冲就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动能回冲在高速公路上根本没屁用，因为你要一直含着油门，你一直含着油门，动能回冲基本上都不太会冲到，对吧？你没有松开油门，基本上回冲都不会跳出来。所以那一天，即使我们从高雄在高速公路上就把这个动能回冲的踏板开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也未必会比较好。哦，前面有红灯了，好，太好了，我就是想要试红灯这一下。好，我们要静止哦，准备哦，现在放开，刹车，轻轻的踩，轻轻的踩，轻轻的踩，有没有？还是有，对不对？我刹车踩超轻的哦，我已经，你刚刚看我速度已经到了快要0了，我才把刹车含下，稍微含下去，它最后就会咚咚咚。所以你开一台这台车，如果在市区都一直在这样，我觉得这是晕车的其中一个原因。我刚刚讲说，开高速公路基本上动能回冲不太发挥得了作用，因为你一直维持定速含着油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几乎有90%的电动车影片都是哪里？东部。因为那段有山路啊，起起伏伏，走走停停，所以速度在这个中低速的时候，动能回冲才能发挥它的效果。我们本来是不是要试里程到0？后来我看了 Bob 哥后来发的影片之后，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好了。他说里程到0很有可能影响到电池容量，你电池有受损的可能，好，容量有可能会降低。那我真的觉得说，我自费花这一台车回来，好，你说我要换流量 ，OK， 我承认我是要换流量，要不然我花160万干嘛？但是我觉得如果为了要去测试这个电池的0公里，然后我赔更多钱，我觉得，你看我现在得罪了原厂，然后我再把车弄一个故障卖不出去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要干什么。所以我决定0公里不测，而且国外其实我有去找哦，国外已经有人测试0公里了，大约还剩下15%左右的蓄电，也就是说它这个74度电左右嘛，你乘上15%。就是你0公里以后还会剩下，就是那个爸爸哥说的什么长电、好，大概国外人测试是在15%左右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给观众朋友去参考了啦。其实我今天也不是说啊要去说我那些车评的朋友怎么样，而是我觉得观众也要体谅一件事情，就是那的确在台湾目前的现况就是每个人都要过生活，台湾的环境并不像我比如说大陆好了，他们只要扒着一间车厂就够了，就够他吃喝拉撒睡。但台湾没有这种环境啊，台湾只靠一间车厂你能活吗？我觉得应该活不下去吧。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这个车评朋友都只讲好话，而是可能你要从当中去听得出哦他们的一些婉转的部分啊，应该这样讲。对，譬如有人就会看统哥的笑容，好，会去这个判断他们这个脸部的表情啊，说话有没有热情啊。这个观众朋友你们要自己去分析嘛。我觉得一昧的去攻击说哦你们怎么拿钱什么，我觉得这不太有意义啦。因为台湾做这个行业的，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啦，看人家的脸色在过日子。充电桩的部分，安坑所是有充电桩的，它一直都是有，它在网页上显示是有，那现场其实也是有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让我充电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不是有意要去刁难他，好不好啊？有些人会说啊，你为什么出发什么不充饱电？我们出发是充饱电的，拜托，充饱电就是340公里。那我们完整版里面有，那可能有一些人他看到我们的剪辑版，他可能说，你又没有交代说你出发是好。那我们完整版收车的影片里面就有讲了，我们出发确实是充饱电。他说啊，为什么不事先做好规划？不是规不规划的问题，今天我们就是很单纯的要试说充饱电的状况，走高速公路西部下雨天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到什么地步？而且我剩下20公里，充电站的普及是不是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？而且我今天不是说剩下5公里、8公里才开始找，我剩下20公里，而且我在台北、新北北部最热闹的区域，我不觉得我20公里找不到一个地方充电。如果连北部我都找不到充电桩，请问一下我到哪里找得到？那南部怎么办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南部怎么办？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，我留了20公里的里程。然后我准备在北部去找一个充电桩，我觉得这很合理，这跟做不做功课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什么湖口有哪里有，我都知道，我都很清楚，我都查得到，我也会查。但是我只是想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而已，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想 diss 他。我也讲了，我后来我去看我那个我们去丰田牙医啊，买丰田的那个影片，我看到我还信誓旦旦说，嗯，600随便开有400。我只想问一个问题，哎，你要问什么？我们开得到台北吗？我开得到啦，600打折也还有400。哎，我对他是真的很有信心呢，我是很开心的心情。我一上来第一件事开起来，我说，哎，不像高尔夫球车哎。哦，对啊，你一开始还蛮兴奋。对啊，我是很兴奋、很开心的牵这台车啊，我怎么知道它会让我失望？所以站在我的立场，我是那种我对这个厂牌做出来的东西是有信心的，所以我去支持它，我去买了它。结果我遇到这样接二连三的事情，我比你们还要失望哎！我甚至我那时候有讲，我记得我直播有讲过，我说这台车如果还不错，我是不是到我那个Taycan来之前，我可以先用这台车来习惯一下电动车？结果我就是觉得开了以后对它很失望，而且我失望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我把那个我的LINE截图给你，我连Taycan我都想换成比如说凯宴酷贝还是什么。隔几天我就LINE我的 Porsche 业务，我说我不想买电动车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Taycan那个5门，我现在还在犹豫啊。从特斯拉开始也好，到现在我们拍的影片，很多人认为说我是电动车的黑粉，可是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趋势跟变迁。我当然我勇于尝试，我试着让自己去接触它，然后看看说我在什么时候我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。而且很多人讲说，哎，我是不是故意要黑 Toyota？ 那志杰怎么办？跳蛋炒怎么办？特斯拉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啊，你不是说那个网友的问题？然后我们就这个回复一下，想了解车主为什么要卖掉啊？车主有讲啊，他本来也是想要当过渡啊，后来买了以后就可能后悔了吧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他应该感觉好像也没开过哎。他没开过啊！哦，有些人讲说啊，他很聪明，他把烂东西给你。我跟你讲，车主连开都没开过，他就是当天那一天业务开，把早上充保店把车开到他那边，然后我们一起在那边交车。所以林院长他也没有开过这台车，所以不存在说他是觉得这开完觉得这车很烂，所以甩锅给我，不是这样啊，就一样嘛。那 Cybertruck 我也是无聊去订的啊，就订看。对啊，就订看，没想到就抢到了啊，抢到就。到时候再说了啊，然后刚好遇到小施有兴趣啊，就给小施啊，也没赚钱啊，哦，就大概是这样。哦，有人留言说，我也曾经开到快没汽油，回原厂，我以为原厂可以帮我加汽油。不是，问题是这样子，问题是在于说它显示说它是可以充电，我才去。我不是说它没有提供这项服务，我去要求我要这项服务。对，我去5星级饭店叫他帮我叫传播，不对嘛？啊，饭店网页就显示说我们这边可以帮叫传播啊，结果去了叫不到。我不是要去强求人家嘛？啊，它本来显示就是有啊。然后有人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去快充？我不管什么充，我那时候只要回得了电就好了，只要有得充我都 OK。简单讲就是这样。啊，现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国三甲线这个路比较平，我把这你看，我再测一次停车，我真的觉得这停车，我很想要把它控制的不要有那个顿，可是很难啊。我有成功过一次，我现在含刹车，很轻，很轻，很轻的，很轻，我都快抽筋了，干，那又顿了，有比较小力一点，有比较小力了吧？有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的脚掌快抽筋了，你一直跟在那，对我一直这样。轻轻的轻，轻轻的轻轻，我不敢一次踩太深，脚快抽筋了，所以这个车就会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哎，我本来真的是想说，这个车回来可以的话，开个1年，刚好Taycan来习惯一下电动车的生活。你说好不好开？方向盘好不好转？好。油门加速 OK？OK。空间大不大？大。隔音好不好？不错。配备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看到我就是不舒服。哎，妈，弄到人家那个广告都下架了，那不干我的事哦。那另外一台搞的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哪一台是？哦，不是我，我是很爱他的哦，我真的花钱买，我爱他的哦，我不是去租的哦，也不是去借的哦，我是花钱买的，我是真的有给他机会哦。哦，那我那天看8891啊，他说我可以建议我们去原厂看看，说那个跟车是不是有问题。那我现在去原厂会不会被开枪？我们不要去安坑吧。现在哪一手不认识我们啊？为什么要弄成这样？我这个哈不是要来测试它在行路上的晃啊，因为行路上的晃，每台车都会晃，挂在每台车它一定都会甩。我只是想要去测试说那个从运动中到静止这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你的脚要非常的控制得非常的好。我有看过一些留言啊，说啊那个人不会开电动车啦，你开电动车你就是要控制油门什么什么，没关系啊，你们会控制就好了。我不要开电动车，我就不用学，这很合理啊。我们在讲 DSG 的时候，有人讲啊你不会开啦 ，DSG 哦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，有没有 ？CVT 啊 CVT 你不会开啦 ，CVT 要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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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每一台车真的都会有这种留言，还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。我其实整个下来，我觉得不能充电，可能。 也许啦，哈，个人的疏忽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我真的不太能接受说广告上面大大的626。它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标准，它应该用 WLTP 那个。不是啦，应该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对电动车是不熟悉的，它如果今天是一个油耗数据，大家都已经心里有个底了。 哦，这个大概是8成左右，嗯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，但是因为电动车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讲都是新的一个体验，所以如果每个人他没有对于这个东西这么有钻研、这么有研究的话，他真的会被那个数字所迷惑。那再换一个角度想，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争议的话，今天广告不用下架，营业所里面贴的大大的626不用撕掉，你说他有没有犯法？也许没有犯法，他的确是 NEDC 规范，出来是这样啊，是626，他没有犯法啊。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让消费者观感有问题，而且我觉得真的如果没有研究，你像我那时候一开始订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去注意到规范。 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保时捷才460几哎，哇，626哎，我为什么我没有去看那个 NEDC 那个小数字小字，它下面有小字有没有？因为我心里我不会怀疑 Toyota 做不到，我真的很相信它。我认为哇，屌了，卖翻了，这一定要抢，626哎，一定要抢，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我就抢了。 还抢2台，还没抢到，还没抢到。我自己亲身是被那个数字所迷惑、欸。哎，我不是车评哦、喔。你说如果我不懂那个什么 NEDC 那个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就是不懂、啊。我也是消费者而已，我不是车评，我只是二手车商而已。我真卖汽油车的，所以对我来讲，电动车也是新的东西。我如果没有去深入研究，我哪知道什么 NEDC， 什么 W， 什么 LP， 我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，连我每天在碰车的人，我如果不认真的去研究，我都不晓得。那一般的消费者。 费者，你觉得他应该要晓得吗？我那时候回来之前，我觉得，打折400，随便打折有400，结果整个打起来连400都没有，我也是吓到啊！我想说，哇，原来这个规范是可以差这么多，我才知道。然后后来渐渐的，这个他们的影片上了，我才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哦，原来可以差这么多。欧系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Ferodo。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真的是很难过。很多人以为我们好像弄个鸡毛鸭血，我很爽，真的没有。我的本意真的不是这样，我是对这间车厂是很有信心的。我还一直叫这个大家去看那个有一个日剧，你知道领导者们，他就是在讲 Toyota 他们刚开始创始的故事。 真的啦，那日剧我觉得做服务业的可以看一下，尤其是你自己在草创公司的人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看，因为他跟你讲一个就是你要信念是很重要的。而且我今天我在做二手车这一个做生意的态度跟理念，我真的有被这一出日剧影响到。我觉得说，那好，我们要好好的这个服务我们的顾客，好好的做这件事情。 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对这间公司这个制造厂我是没有问题，所以我看到这些消息我是不是很开心的？我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，我也不晓得啊，搞得好像是我们故意要把人家弄臭，我觉得这样不太 OK。对啊，其实那一天我们碰那影片的时候，我其实就一直很担心那个接待，我还在我的 IG 脸书发文说啊，我真的想了很久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亲身遇到这件事情，所以可能就只能对不起他了这样。哎，好，我决定了，我后来想一想哦，叫我赔钱赚钱都不对，我也想赚钱哦，但是你叫我这样一次赔钱，我又觉得赔得不甘愿。 啊，大概这样子啦。我们低定价10万，这个影片出了以后，150万起标，在我们的 FB 为主，跟标公益车一样，一标就是1万。然后这个得标者在24小时内马上来，要这个来签约付定金，不然就是给下一个顺位，一标5000吧，要不然下一个顺位我就少1万了。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这个150万起标啊，以时间先后 ，FB 都有时间，每一标5000。然后我们这个影片上之后呢，同步我们在 FB 就开始竞标，然后标1周，好不好？如果能标到150万，够便宜了吧？啊，我是有这诚意的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一定有适合他的人啊，我相信应该有人是愿意接手的。那看到影片之后，这个活动开始，就如同前面讲的，反正这个后面还会有一支完整的试车的影片啊，会再上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次这个影片就是很单纯的、紧急的、快速的。 好、哦，趁这个热度还在，蹭一下。哦，没有啦，因为真的很多网友留言啊。好、哦，当然大部分网友都是站蛮正面的态度啦。可是我觉得也有蛮多网友他有点过度了，比较偏激一点。对，稍微比较偏激的，就是我们也没那么伟大，说哦，我们就是什么最老实的车评什么，是真的没有。我就是把一路上遇到的状况，那现实反映出来，然后再来我们也没有打算要用这个影片去表任何的车厂，去表任何人，因为真的对我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哦，那我实际就是我本来要留它，那我现在不留，我要把它卖掉，所以你们等着上架。 啊，如果觉得说我们这样的分享的影片哦，大家如果真的觉得喜欢，觉得这够真是真实的，那也请给我们分享、订阅、按个赞，好、哦、鼓励我们继续去做这些影片。就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，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，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Ferodo 百年欧系品牌，值得您信赖。 所以我就是觉得，我买这个车真的回来，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。还是周华健对不对？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。哎呦呦，你要听 rap 的吗？啊，又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。哎呦呦，哦，恨呦呦呦。